送的东西呢？啊？不喜欢啊？你们回来了，东西收拾怎么样啦？还没有。还没收拾好啊？等会儿收。是不是等着妈妈回来帮你收拾啊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妈妈，爸爸，明天早上嘉许哥来接我，一起去机场，因为他跟我同一班飞机，我们就一块儿回颐和。这么巧。这样的话，你们明天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。行，那也行，刚好好像家里明天那辆车限行的。对，也是啊，那这个你记得啊，回去之后一定要经常这个。不是，你到了就给我打视频，我们俩。我知道。视频。晚安。乖啊，妈妈想你的啊。去吧。好。行，你爸主要喝的有点多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行，拜拜，你早点睡啊。拜。早啊！啊，早。嘉许哥，昨晚是没睡好吗？哦，昨天处理了点工作上的事儿。早餐。谢谢。送的东西呢？啊？不喜欢啊？走吧。